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TENASIA TV， 我是 Music in the Sky 丁丁。那很高兴啊，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。那韩国这个礼拜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冷。今天啊，气温直接是掉到了-14°，天真的是快冷死了。那在这么冷的天气里呢，一定就要来吃一点小零食啦。那今天啊，天给大家带来的小零食啊，是咸咸的土豆零食。它里面啊，就是长这个样子，我们来吃吃看哦。嗯，很脆很香，很好吃哦，大家要去试试看哦。那吃完了今天的小零食啊，大家有没有好一点呢？那天音啊是非常的满足啦。那这个礼拜韩国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？跟着天音一起来看看吧。那1月11日下午6点啊，我们的女子组合 Wiki Miki 也是发布了自己的最新数码单曲《蝴蝶》。那很特别的是啊，这一次的单曲呢，是为了庆祝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而做的特别歌曲，是表达了一种充满希望和祝福的歌曲。那各位喜欢 Wiki Miki 的粉丝们都不要错过喽！1月11日下午6点，一定要准时收听哦。那男子组合 MXM 呢，也即将啊发布自己的第二张迷你专辑 Match Up。那这一次的新专辑呢，也是历时了4个月的最新回归，可以说是非常的令人期待啦。那这一次的主打歌《钻石女孩》呢，也是表现出了一种啊对自己喜欢的女生充满爱意的感觉，而且啊 MV 也是拍摄的非常的有才气哦，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了。那1月10日下午6点呢，他们就会发布音源，8点啊还会举行自己的 showcase 哦，粉丝们可要多多参与哦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，要跟大家说再见喽。那天气这么冷啊，希望大家出门一定要多穿一点衣服，或者带一个暖宝宝也可以哦。那这里是天啊下 TV， 我是天音，我们下周再见喽，拜拜。